刚刚我们问我啊，说他这个六十小区讲是一个历史事实嘛，历史事实放在这个上。那么我们呢，在文学课上头或者在文学里面，古典文学里面，我们就把它讲成是一个情歌，是吧？或者是一个表述，这个男女之间感情的，到底这哪哪不对啊？好，我这就要跟大家讲一个，这叫六经解释啊，六经解释。《诗经》本来是不是历史，但是《诗经》是当时的民情。它既然是当时的民情，当然也是历史了。你可以看当时的这个婚姻呐、爱情是不自由的，是吧？起码起反映这个东西。至于说它采断了什么树，这个东西也有植物学的问题，但是它不是主要是在讲植物学的，是吧？好，那么《诗经》里头当然它现在有文学，文学也是文学史里面的东西。但是里面有没有历史？它拿出民歌来讲历史。拿民歌来讲历史，这是当时的一种，在当时来讲，它是用这种，就是你自己做的东西，我就放过去，我告诉你，你这首诗歌它还有什么意思，来做一种教化，因此民歌就变成一种手段，教化变成一个目的，是吧？那么你说这个小序跟这个诗之间能搭配呢？这一首诗上不能搭配，但是。《诗经》的小序不是句句不是首首都不能搭配，有些小序说的就是历史，啊，好，我讲到下面的时候，我讲到最后几章的时候，我还会给大家看一些东西。那个诗本身就是历史，尤其是小雅、大雅、和颂，啊，它本身就是讲历史的。有些小序你看像里边，其实它就是老百姓来啊，黄鸟啾啾，黄鸟止于泣。他就是想用三个人去给皇上寻，给这个君主寻葬，他就是这个事实。所以呢，六经解史，我们把这个他的小诗看成历史，但是他跟那个诗搭配不搭配？不搭配，在这一首诗上是不搭配的。你怎么扯？你扯不上。你说将将弄子无与我与，那宰猪一代宰下，他也不去爬树，是吧？他不可能去爬树，所以。就诗本身的真实性，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上头这个小序是虚伪的？但是小序本身不是假的，小序本身是一个历史事实的反映，是吧？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所以一个小序反映了两种文化，一种宫廷教化文化，一种民间的文化，人文文化，两个东西。它在一首诗反映两种不同的层次的文化啊，好，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，它复杂，是吧？它复杂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同样的一个东西本身它有不同的理解，它后人讲，它就讲远了。我们说汉朝人去讲先秦的东西，它是一个讲法；唐朝人讲汉朝的东西又是一个讲法。汉唐是尊周的，叫做叔不破主。著不破事，就是你历史怎么说，古文经学家他要给你按照这个去讲。但是有一些金文经学家啊，我们现在没有讲到那儿，是吧？金文经学家他讲义理，讲义理说他不管你当时的事情是怎么样，拉来就说现在的事儿。这个就像今天啊，咱们就以史来论事儿似的，是吧？这个《诗经》里头有很多东西，它用来断章取义的，拿出来一句话就是断章取义，是吧？所以，因为语言的客观性和接受的主观性之间，它要有一个统一，所以很多东西的解释要有正确观点才能复原嘛。你没有正确观点，你乱讲也可以讲过去的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人呢。主张就是我只要能用今天服务，我爱怎么讲怎么讲，啊，好，这个是他第一，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复杂的形和音和义这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。好，第三个我们要解释一个客观的语言，要有形和音三个东西。我下面讲到考据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大家啊，就讲到这个方法的时候。你考这个时候行你三个你多少妥当了，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，是吧？因为它是有矛盾的，它自己本身要发展变化。刚刚那哲，你要去找提手你找不着，
是吧？你得知道他当初是怎么回事儿。这个事儿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。现在做古文字的人和做典籍的人，就是做的传世文献的人，很讲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的。你说谁是对啊？肯定有一个是对的，但是在资料不足的时候很难判断，是吧？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能判断。你一个东西它客观是个什么东西？从前一会儿我跟你讲五个安，是吧？五个条件，你必须符合五个条件，你一个考据才能成立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。所以我们要讲方法，告诉大家怎么去读典籍，怎么样读能够推论不通，能够理解古人。但是可有一条，当你资料不足的时候，你只能做一个比较，如果你足够的话，可以做一个科学讲说。如果还不够，你就趁早别说，你说的就是胡说啊。资料本身一定要够，是吧？所以什么叫严谨？严谨就是我在资料和推断这两个情况下，逻辑和推断和资料足够的情况底下，我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。所以我想将来咱们我想我可以将给大家做一点小考据，是吧？做一点小考据，你看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讲啊？怎么讲是对的，你逐步的你就慢慢走到用客观的语言文字来还原这个历史的真相，是吧？不能胡说，胡说是有害的，有的时候是无害的，它会妨碍人们去思考问题啊。好，所以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典籍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典籍和语言文字之间的理解的关系和传承的关系，还有语言本身形意的统一的资源关系，这三个来讲，中国的典籍很复杂，所以你必须得学呀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学你不会。